무슨 할래 있죠? 小姐，我要打電話。先生，我都要打電話。 哦，咁你慢慢打啦。睇你等得几耐？小男人，你话不见不散，好话好泼。你咁算点先？唔好周围望，望你右边对面。约你食饭，你就话唔嚟；结果唔嚟又嚟，嚟咗又唔入，企喺街度。 你走啊！我会一直喺你后边跟住你噶啦，追女仔唔系讲理论嘅，系讲行动嘅，好多谢你俾机会我追你啊！我知你点谂噶，你系咪真系想听我系咪唔见到你唔走啊嘛？我话咗不见不散就系不见不散，就算你对我冇信心啊，你应该对自己有信心啊！你唔觉得自己仲好有魅力嘅咩？大肥婆啊，我而家唔系同你讲啊，你唔好咁冧得唔得啊？我系同你隔篱嗰位小姐讲咋。 慢慢行啊，唔好行咁快啊！前面着住黑色皮草龟小姐，喺爱情路上行得快唔会好世界，俾机会人啫，俾机会自己啫。幸福系要两个人创造噶，你明白吗？有围巾而冇外套龟小姐啊！好多谢你企喺度思考我啱讲嘅嘢，唔使思考啦，我发急疯噶咋。其实做朋友唔系咁复杂嘅事嚟啫。 你讲过未啊？因住冷亲啊！对唔住，我玩得过分咗啲，有头发边个想做甩呢？我谂唔到第二个办法同你讲嘢啊！你冇脑嘅，有头发都做甩呢啊！大家大行扮傻佬，我唔识你啊！咁我哋去边度食饭啊？ 你话去边咪去边咯，我哋而家去食饭啦，唔该谢谢，唔该谢谢，我哋而家去食饭啦，唔该谢谢，唔该谢谢。